同学好，我们来看这个题目。使用代入消去法解方程组 4x 加 y 等于负 1,5x 加 2y 等于 4, 得数对 x、跟 y。好，我们要解这个题目呢，首先我们假设第一式、是 x 加 y 等于负 1,这是第一式。5x 加 2y 等于 4, 这是第二式。接着我们改写第一式。由1由第一式可以得到 y 等于，把 x 丢过去，负 1, 正 4x 丢过去变减 4x, 所以 y 等于负1减 4x。 好，那这个 y 呢就可以用这个负1减 4x 来替代，把它带到第二式里面，带入第二式，这个 y 就用这个来替代， x 前面就照写，可以得到 5x 加上两倍的括号，把这个整个带进来，括号负1减 4x 等于 4,其他都照写。好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未知数跟一个式子，整理起来 5x 减 2, 这个乘进去 ,2 乘上负1减 2, 乘上负 4x,减 8x 等于 4, 好，整理出来可以得到 x 等于负 2, x 等于负2之后，我们再带回到第一式、4乘上负2加 y 等于负 1, 所以 y 等于 7, 这样 x 等于负 2, y 等于 7, 好，数对就写出来了， x 跟 y 就是负2跟 7, 这样这一题就写完了。